安省勞工關係局檢視教育支援工作者在昨日離校抗議是否違法的聆訊繼續進行。省府表示工會是知法犯法，工會就認為行動是政治示威而不是罷工，而勞工關係局就否決，傳召教育廳長來設作證。殷雅樂報導。今日繼續有工會示威，佔據了多倫多核心地帶 Young Gap Dundas 的道路，而安省勞工關係局的聆訊繼續。省府和代表55,000名教育支援工作者的公共服務僱員 QP 工會雙方律師各自陳述論點。省府認為工會明知昨日是非法罷工，律師在聆訊上播放片段作為證據，片中有工會領袖向成員表示會發放有如罷工的福利，工會就說昨日不是罷工，是政治示威，目的是對省府踐踏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表達不滿。而工會要求傳召教育廳長來設作證，勞工關係局主席說來設有議會保密特權，只是傳召助理副廳長，工會表示不用助理副廳長出現。進步保守黨省政府星期四通過28號法案，實行加薪幅度介乎1.5%至2.5%的新合約和禁止罷工，並且引用憲法但書條款阻止挑戰法案違憲。不過尋求加薪大約6%的 QP 工會昨日仍然發起工人離校抗議。因應工潮持續，大多倫多地區多個主要教育局都宣布下個星期暫定改為網上授課。